初步呀，你今天出来玩了？你来哪里？你今天在哪里？怎么这里那么漂亮啊？今天在哪里呀、啊？今天在哪里？今天我们来维纳斯。高级地方，你看维纳斯啊，你知道维纳斯吗？不是鱿鱼丝啊，是维纳斯啊。做生意 哦，你知道什么是做生意吗？你知道什么是做生意吗？我觉得你的这个肉肉，你这个肉肉也需要一点做生意哦。你比较需要。哦。他又在看他手手。你又在看手手？你要吃手手？你要吃手手？你在看什么？枕头那么好看哦。家里没有的、啊，家里没有这个颜色的枕头。你好开心哦！你好开心哦！你今天你等下就在地上，就在地上哦。等下，你就放在地上，自己那边。没关系，这里是地毯，你尽量滚，好吧？你就在那边滚，看你要还放屁。你这个小子，你来这种高级地方，怎么可以这样放屁？他至少没有哭哎。你怎么可以这样放屁？你怎么可以这样放屁？要去厕所，知道吗？什么要去厕所？你都没有去厕所。好的，那我们看看爸爸今天要干嘛，会出现在主频道哦。看爸爸。变，看爸爸。变瘦了。看起来变瘦了。看起来变瘦。一切都是假象，没有。好。那我们先这样子吧，下次再见喽。